端午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，从周代百越民族祭祀龙神的图腾祭演变为纪念楚国忠魂屈原的节日。汨罗端午历经千年，源远流长。汨罗香包是端午节独有的配饰。护江鲤羽辟芷兮，任秋兰以为佩。早在战国时代，这种香包就已在楚地流行开来。淡淡的清香寄托的是汨罗人对屈子的怀念。粽子是端午节最重要的文化符号，虽然现在任何一家商店都能买到各种各样的粽子，但老人们还是喜欢自己包。在他们看来，只有吃了亲手包的粽子才算是过了节。汨罗粽子也还保留着最为传统的做法，外形呈牛角状，并以象征着五行的五色丝线包扎。它寄托了人们对自然的敬畏，对生活的美好期望。